台北地藏禅寺以及全省地藏道场，祈愿世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特别恭请地脚法师以及觉光法师主持中原大普渡千佛宝忏护国喜灾三十二坛梁皇超度报恩大法会，特别定于国历7月25日晚上6:30开始，到7月27日于台北地藏禅寺以及全球地藏道场同时起建中原大普渡千佛宝忏大法会，以此殊胜法缘回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参礼信众业障减轻福慧增长，并且回向故往祖先早日离苦得乐得生善处，敬请十方大德把握中原超度的殊胜功德因缘，向前共沾法喜。全省地藏禅寺的联络电话：台北2810-0237，2810-0237，台中2239-7013，2239-7013，高雄3434811，3434811，花莲8337247，8337247。